誓师，然后各位所有在座的乡亲，各位台水亭市的善男信女，大家午安，来喝，要来观世音菩萨拜拜。今天特别感动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闻声救苦，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对菩提萨埵讲得很清楚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。所以说，所有的魔境幻境，所有的妖魔鬼怪，我们心里面都不会乱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保佑着我们大慈大悲。各位妖精，这三年半真的台湾人受够了民进党执政，既无能又无德，我们受不了。2020年拜托大家选票全部集中，我们台中所有立法委员候选人全力打包。2020年用手上神圣的选票改变我们台湾人的命运，我们再也不要现在台湾危险人民贫穷，我们用我们的手上的选票改变，变成台湾安全人民有钱，好不好？总统赢，立法委员全力打，我们让风调雨顺，观世音菩萨保佑大家，谢谢。Come on!